菲，而是那种一看就很漂亮，然后越看越好看的一位女明星，尤其是她的眼睛亮亮的，很容易让人产生好感，并且她在娱乐圈里不争不抢，就像一股清流。她虽然出演了多部电视剧，但是在娱乐圈一直是不温不火的状态，小编却觉得她的演技很好。她在远的要命的爱情里搭档韩国男神朴海镇，当时小编和舍友申都在追这部剧。李斐儿还出演过我们的少年时代，她出场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女孩好漂亮，身材真好。关于李斐儿的身材，最常常被娱乐新闻报道的就是她的柯基臀了，穿衣服真好看，让是所有女生都羡慕的好身材的。李斐儿之前参加过一个综艺节目，她身穿黑色吊带背心，外搭一个黄色衬衫，下身穿着牛仔短裤，十分性感。我们可以从照片中看出，她拥有着一双又长又直的腿，一点都不比杨颖差，而且在表演过程中，她又唱又跳，活力四射，充满了魅力。李斐儿的时尚穿搭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，每次在机场的穿搭都能登上娱乐头条。她身穿一件黑色卫衣，下身穿着牛仔短裤，腰间再绑着一件粉色的竖纹衬衫，穿出了自己的风格，个性十足。这身黑白波点的礼服展现了她的名媛风格，摸胸的设计又露出锁骨，柔美的同时又带着点小性感。她讲这件礼服诠释得很好。